锵锵三人行，咱们仨呀也别老聊这个严重的话题，哈哈，聊点这个文化娱乐界的消息。听说最近有个电影在香港，就是《海角七号》，嗯，是吧？我是最早听说在台湾咱们提过一次，说简直轰动了，是吧？然后说最近在香港也有很多人纷纷跑去看，但我发现呢，你像文道去看了，文道就觉得说是那个言过其实吧，他没有觉得好到那个程度。但是徐老师也要求讲讲这个《海角七号》为什么？我觉得挺好的，啊，挺好。你觉得好在哪里？我觉得好在最从我的本行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一部文艺片，可是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当然，这个商业成功在台湾开始的商业成功背后又包含了它台湾民众的一些这个主流意识形态，有一些说不清楚的情绪在后面，所以它是艺术、商业跟政治三结合。哎，亮亮老师也看了吧？那我也看了。听说你看你就是源于一种好奇，对啊，就说为什么这么一个电影简直成了这个最近台湾的一个符号了？反正是台湾，大概是仅次于《铁达尼号》《色戒》和《绿》啊，《色戒》哎，《色戒》啊，《色戒》不说是超过《色戒》了吗？都说票房有可能吧，反正就是应该是台湾最受欢迎的本土电影啊，因为《色戒》虽然它讲的不是不算台湾电影对吧？虽然有他们的演员、台湾导演就上海啊。而且世界是抗日的，可是海角七号你不能说是抗日，海角七号是烈日，是烈日。对，看了以后嘛，也是觉得有点意思了，对于我，那我更有兴趣的就为什么这样一部小品式的电影，它会在台湾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好像有一种全民的集体意识被呼唤出来了。我们知道，因为台湾被日本统治了50来年嘛，超过半个世纪，当然我。日本媒体很注意这个现象，对，所以我想这也是很独特的。你美国人才不会来关心什么海角七号为什么在台湾大行其道，哎，日本媒体他们就很注意，因为他也，但是日本媒体因为它里面日本文化参与的很深啊，整个电影你甚至可以觉得那种电影是日本电影的某一个很像一个流派，对吧？对，很像，整个风格很像日本电影，让我想起什么《莆田进行曲》啊，银次郎的故事，你看对不对？山田洋次的那种，但是它也很比较自然，它不是那种很。这个生搬硬套的去模仿日本电影，它很自然的发生在台湾这么最南部的一个小镇吧，对吧？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些细节也挺有意思的。而且从语言来说呢，你想，国语，闽南话，就他们说台语，还有一部分还有少量的日语啊，它也运用的很恰当，我觉得。还有一个日本人说的不标准的国语，也听起来也是蛮有意思，很有意思。那个女主角是吧？那个女主角你都能听懂。那我想是这样，其实日本人他们看得也很清楚，说日本媒体现在他们有一种惊叹，他说其实呢在台湾所谓知日的老一派呢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因为那你想想，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那些人，就是李登辉就是个代表吧，对，就会说日语的台湾老人，22岁以前我是日本人的那一代，其实那批人呢也在台湾的精英里的比例也很大的，辜政府就是啊，对吧？当然辜政府跟李登辉还不一样，辜政府他别的不说，看他那么喜欢京剧，你就知道他还跟那个跟李登辉大概对京剧毫无兴趣，也不懂，就是说这批老人他们已经要退出这个人生舞台了，那为什么年轻人他们对这样的一种就海角七号他也有这么大的产生这么大的一种共鸣，所以日本的媒体在这里面他们觉得有些兴趣，但是他们其实也很清醒的看到这样的一种也很难说它是一种亲日，它是由台湾的这个时空环境造成的，另外这个导演我想他也没有想到会这么轰动嘛，他就被这个故事感动了，他就想拍这样的一个小品的电影，表达了他的很多东西，用这个电影这个作为一种手段。但是像你刚才说唤起了台湾人心中的某种集体的回忆或者集体的什么共鸣，那这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回忆上它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的一种不满，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个在520马英九这个就职典礼上之后，他会把海角七号的一些主要的演员请来，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好像在回应你们有这样的，因为马英九是被认为是反日的，他也确实是因为他的青年时代保掉对吧，他而且马英九有个细节你注意到没有，他看色戒他流了2次眼泪，
他不是在为女主角流泪，他是为电影里面那些青年，因为参加抗日是吧？那是他父辈的，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反骨的这个情节，对，就是很多人说他们反这样的，对，所以背叛，对。但是我想马英九他在这点上他大概也是很敏锐的，看到由这部电影里面催生出来这个台湾的一种本土情节，一种情节，这种情节我想也不一定要给他带上一些什么政治的标签，就台湾人那种对本土文化，对于一种比较温馨的。一种比较乡里乡亲的，对，这样的一种东西，这样这种东西上在台湾社会已经很少见了。你就是跑到海角七号那个拍摄的地点，你未必就能遇到。现在变成一个旅游点，那是。现在香港专门有旅游，就你说的商业化，对啊，就去那个地方住那家酒店啊。对他讲的这个，哎，因为我看这个电影啊，我也就是那天马家辉博士在这儿还讲失业问题，他就说这个《海角七号》，我发现《海角七号》是个让人借题发挥的电影。他就说呢，说现在这不是失业吗？金融海啸吗？他说我们香港人很可怜。他说你看《海角七号》，一个什么摇滚青年，对吧？电影的第一幕就是什么，我插他妈台北，对吧？骑摩托车走了，就是说在大城市里混不下去。他可以回到台南的乡下。乡下这种乡里乡亲的还接纳他，有这种乡土的氛围。他说你看我们香港人，我们失了业，我们除了海没有别的地方去，他就说没有腹地。我觉得就马家辉说的，也就是你提到的这个《海角七号》的开头那一个镜头，他骑着这个摩托车啊，台湾叫机车，其实那个倒是有一点震撼。可能对每一个人在都市中生活的人，他都是一种震撼。而且他把台北作为一个符号。对了，他骂台北，我不待了，就这样。但是这是一种挽歌了啊。这是不不不，这个要是在北京、上海，现在就很难砸了，因为你也没法回去，家里的土地流转了。没有没有，现在没有没有。我想在中国大陆还是有这个情况，还是回去。就是说，你比方说，就以民工来说，对吧？其实这情况已经出现了，不是很严重，但是已经出现了。民工们提早回家了，他有家可回，他还有个老家。虽然你说土地流转，并没有所有的土地都被流转，他家里还有几亩田，还有个老爸老妈，还有个猪，还有些，当然很重要。是吗？但是中国的导演们好像还没有从这种角度去拍出一些。中国的导演拍的是农民工进城以后的凄苦，然后呢，最后给他一个有点点理想化的，但也有点虚假的这么一个在城里接纳他的个。可是这个你看他那个台湾，他是拒绝了城市，回到乡土，他在那里另开出一条新路。其实也是完全是一个虚拟的。但其实是一个不真实的一个结果，而且又借助了一个日本歌手，但是很繁复，但是人们接受了，人们接受了，而且人们喜欢了，有个情绪的发泄。对，这就所谓啊，在大城市里这个竞争啊，这种环境下，搞得自己的心呐、太凄冷了，太冷冷清清了。但是你看他回到乡下，他就感觉到的，你像那个台南讲的台南话，包括那个老头他爸爸，对吧？戴着个墨镜，这个我很熟悉，这个我觉得这个演员演得非常好，是吧？就感觉就是。有是不是还有点地头蛇色彩的，还是个什么民意代表，他弄出来的这么一种味道。这个人就不脸谱化，这个人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个印象，就这种地区地方的贪官会有这样地头蛇，对不对？你在中国电影里面这个人就是很可怕的，很讨厌那个人，可他拍给他拍过来了，就觉得这么一个地头蛇。这个人发在牢骚里也包含了可能是就台湾，他对要不说何老师讲是挽歌嘛，他你现在他讲的是什么，说讨厌这些这个什么流行公司、流行歌星的，这制造流行歌星的公司，说我们乡下的好的年轻人都跑去大城市去了。对，我们这乡下就剩下这么好的海留不住人啊！这么好的海留不住人，你知道吗？他也是这种感叹。其实这种东西本身是普遍性的，对，是有一定共性。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大概都有这样的问题。对，当然他是有很特殊的，就是他的很特殊的这个地域文化，这个地方文化。但是台湾人，因为台湾本身不大嘛，它作为一个只有2万多平方公里一个岛，那个人们为什么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我问过台湾的朋友呢，包括那个外省籍的朋友，他们看了也是很感动。所以我想，他一部电影能够打动几乎所有的人，那一定就有他的道理。我也有点小感动，因为我也不考虑什么政治意识形态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里边啊，确实他有点人情的那种温暖的一些那种东西。简单的说，就是台湾的主旋律样板戏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何老师还想预测一下这片子在香港乃至于或者在大陆会有什么反应？
香港反正现在正在上映吧，嗯，票房还不错，不错，虽然没有到那种万人，没有色戒那么红，没有色戒那么红，也还算主流电影。一方面因为是媒体报的比较多，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在台湾很受欢迎。因为我听一个朋友说，电影院里看的还是青年观众多，嗯，好像还是能够打动青年观众的。因为其实他这个片子啊，说是有乡土这个味道情怀啊，嗯，但是你看他有很多流行元素。你比如这种玩的这种音乐，励志片嘛，流行歌星，年轻人自己组一个乐队，他有这些流行因素。达边宅嘛，达边宅这个，而且是日本的偶像。嗯，你看里边那个日本偶像是真人来的，嗯，那歌星那个是真人来的，而且港台好像到香港来过啊，来过，他是一个歌星，对，是一个歌星，还有他的一些粉丝，不是很多，但是有他一个小群体的。不，我估计在大陆，我特别是大量的年轻人，我觉得不会引起这么多的共鸣。大陆对日本文化的感情啊，那个不如台湾跟香港啊，就是台湾跟香港，他对日本的这些靓仔啊、靓女啊，他始终是有一点文化上的亲切感，就一直。我到现在其实也闹不清楚，老听台湾朋友讲什么日剧50年哈，就日本这那50年他们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是说水深火热呢，还是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呢？早期是这样的，据我看到的史料，就日本到早期。这个占领台湾的时候，台湾民众反抗的，当时还成立了台湾共和国嘛。最近不是大陆还拍了一部电视剧，是叫《1895》，嗯，就是讲的台湾在早期被日本占领之后，这个台湾民众的这个反抗，这个都是真的。嗯，当时这个台湾共和国是因为你大清不要我了嘛，对，我就自成一国，像这个国是华人的国，那个时候是对日本讲台独，对日本讲台独。对，但是后来日本基本上把这些包括山地，就是高山族的这个山地的这个镇压，反抗镇压下去之后呢，就平定了台湾。嗯，之后呢，他就在台湾实行的是，皇民化的教育，他是更多的适用这个柔性的这个统治。一方面呢，这个在日本在台湾展开了大规模的基建，所以。其实你看，蒋介石在1946年第一次到台湾去的时候，他很震撼的，他觉得这是书上记载的啊，他觉得这好像是上天给他留了一条活路，因为他没有想到在中国的范围里有这样一个基础设施相当良好，就是铁路、邮电、地下水系统、各方面对影响城市的建设，这个、城市还有教育的程度也比较高，当时读书的人都是懂日文、受日本的这个教育的，他大概已经隐隐的感到了，如果。反正他已经想到了，他真要推行三民主义的话，台湾会是一个最好的这个地方。嗯，所以而且这个你看，台湾跟韩国是不一样，日本人在韩国的统治是很残暴的。对，韩国虽然有汉奸，现在在清查汉奸，但总体来说，我们说韩国、朝鲜啊，这个民族，他们是痛恨日本的这个统治的。韩国拍不出像《海角七号》这样的，不会了。嗯，可是日本不是在台湾，他就拍上海也拍不出来。日本人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推行的政策，包括在东北、台湾，对，他在台湾呢，他把它当自己地方了，哎，他要长期规划了。中国的地方呢，他占领了，他主要还是掠夺性的，嗯，他知道收复不了这个地方，他最后还要靠你汪精卫的政权。对，所以你看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海角七号》里面，其实他不是有一个是很隐晦的出现的那个日本人，啊、对吧？他几次出现一个日本的老师，一个老师，他坐船。嗯，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所有在这个中国大陆也好，在台湾也好，都说其实大批的这个日本人他回国了，因为这是一个占领的土地，你必须回国。可是你看，在我看到这个记载，你像当时在东北，像东北这个大连，还有像这个青岛，就是这些港口，就是回日本的船，那个场面其实绝不是一个温馨浪漫的场面。你可以想象到吗？因为那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战败国，战败国是吧？而且这些实际上日本政府也管不了他们了。就当时还是其实还是国民政府提供了这个船只，就让他们回去。嗯，但是你看同样的这个场面，在《海角七号》里面，它是一种很温馨浪漫的这样的一种场面啊。嗯，所以这里面呢也引起我注意到，就大陆有一些青年人，他们了解这个历史的，他们在这个批评。所以你要说预估一下的话，我相信现在这种盲目的仇日，这种无理性的这个仇日反日，已经基本没有太大的市场了。你觉得是吧？我是没有太大的市场，嗯，没有，不说没有，因为胡锦涛今年4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那个演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只是后来可惜因为这个四川的大地震。哦，是吗？对，那个地震，胡锦涛那个传达传达，不是不用传达，那个演说是在全文刊登的，他如果你要简单的来说，他就是以日为师。
就中国要学习日本如何来建设现代化，第一个中国领导人这样提出来，正面的提出来。啊，我觉得那个演说它还是有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因为在中国是一个行政效率很高的国家，教育啊媒体它慢慢的都在朝这方面在转，这样是对的。但是具体你说到海角七号的话，我想但是民众他还是就大陆的民众心里一点他也还是能够觉得这里面有些跟我们格格不入的东西。那个他那个影片里边表达了日本当前的人对日据时代的一种怀旧，一种美化。但这种美化其实是有某种共性的，就像今天在上海在国内有很多人美化三十年代，你明白吗？他们现在把三十年代弄得很黄金时代，完全忘到了那时候工人怎么吃苦啊，农村怎么破产啊。那这为什么美化这个东西，是因为对他后来的一些政局的有些不满，所以这种美化其实就是美化，而不是真的历史再现。你讲美化，我想起了日本的一个例子。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有一个这样的数字啊，日本共产党青年人加入共产党的这个数字每一个月是以1000人的速度在递增。什么原因？小林多喜儿记得吧，谢公传谢公传这本书看过吧，中译本对吧，那就是讲那个20-30年代日本的那种很残酷的剥削，那是一个马列小林多喜儿是一个进步作家的共产党里面，居然这么一部写20-30年代日本的无产阶级小说，谢公传现在在日本大行其道，很多青年人看了这样的小说以后，我们要去参加共产党。哎呦，想不到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当台湾人在看《海角七号》在缅怀啊，或者是一种憧憬，一种怀旧的时候。我们看到日本的青年是这样的在怀旧，所以他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对今天不满就美化昨天，对了，对昨天不满就幻想美化前天啊，其实都是今天的一个梦。但是你看，我听你们这么说，我就觉着我政治觉悟低了，就是我倒没往这个边。你看，我看他这个电影啊，我觉得他呀倒是一个文学当中常见的一个 idea， 就是比如说最典型的那个日本老师。在轮船上离开日本，给他在台湾爱上的女学生写情书，对吧？最典型的就是说嘛，说这个日本战败了，但是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命运把我弄到了这里，那么那个意思就是说，就是文学当中常见的，就是政治风云的变化，这话其实也没有错，引起个人命运的这种。钟晓阳在香港写过个小说《停车站借问》，写的是同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女的在东北爱上了一个日本男的，那很好的爱情，可是那个日本男是个日本人，当时中国人不接受了嘛，他战败了嘛，所以他就成为这个战争的这个牺牲品，他们的爱情就这么过去了。他这种父辈的浪漫的爱情在年轻人角度怎么来反思，有很多张杰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麦迪森康定之桥，甚至某种程度上那个胭脂扣，都是后一代人怎么看前一代人的爱情故事，怎么一个呼应。法国中尉的女人，有太多这样的文学故事。我觉得年轻人呐，这政治也许我们就忘了，但是爱情这事儿咱还通着呢，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怀日情节、本土的这个自信心，这些都是政治上的解读。不过还是讲艺术上，他也真拍得不错。这个导演呢、拍得很细，他继承了一个就是杨德昌一的这种传统，就是很细的。但是你看他里边的很多小细节真的很精彩，对不对？那老人很幽默，就每一个小段落，这就像你说的学那日本电影的那种写实的传统，写实主义的一些基本的镜头的基本的处理，这是当代中国。这你说你我回过来又要讲中国电影这些年在拍一些大片啊什么东西，他也花很多本钱，他这个超过几千万的这个投资哈，但他能够拍这么一个故事，所以作为电影界同行，我觉得是应该向他致敬。我有同感，我就在想，中国能不能，中国的导演有没有可能拍出类似的电影？很多啊，因为你就这样的一个资源来说，中国各地有这样的资源。你别的不讲，你比方说就是我们说这个日本人在中国留下的这个痕迹，那东北太多了，是吧？你说的钟晓阳这个故事，不就是东北的一个日本，对吧？对。而且其实比方说这个，人们也不清楚的，比方说那个四野里面有20000多日本籍的士兵了。四野里。四野，林彪的司机就是日本人了。哦，是吗？技术特别好，50年代初才回到日本去的。
后来他跟日本的在日本的这个中国记者还接受了这个采访，他讲到当时林彪的一些情况。因为日本人在东北的日本人当中很多是专业技术人员，战败了他们就留在中国，而且日本人干活细。对，四野他们四野就日本的四野老战士最近还他们经常组团回到中国去到当年的一个战场，而且和他们的战友都现在退役的这些将领啊跟他们一起，像类似这里面应该也有一些故事。当然我们不拍电影，但我只是在想，就是中国的导演们就像你讲的，可能他们眼界太开阔了，总是看一些伟大的题材。他们在看好莱坞的《满城尽是黄金甲》，满城尽是黄金甲。但是就说真的，在这个大的，你像我小人物啊，小人物、啊、这种当年，比如说有些东北那边老人都会讲日语，啊、他那个时候他一度受的是日本教育，跟日本是跟台湾一样的。就是咱们现在想起来是那种好像是是非分明的，那个时候是罪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感觉、但是实际上当时的这个。底层小人物，他到底因为这个发生过什么故事哈？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题材。那个八十年代有很多中日里边复杂关系的电影，对，一个八个晚钟，对啊，就是讲这个人道主义的题材没有下完的棋等等，但是现在比方说像这些成不了大陆的主旋律，对，大陆的电影假如要拍出这样大家共鸣的，还就是像《激情燃烧岁月》啊，或者就这类要牵涉到自己革命的。中间的这种东西才可以引起最大，看别人成功，自己在马上组织公司是不会成功的。而且我知道日本因素啊，在中国的电影创作里太敏感。但是像夜幕下的哈尔滨呢，它又是给你另外一种完全真实的感觉。对，太商业化，太商业化，怎么不真实呢？